谁把凳子放这儿了？多碍事儿啊！什么玩意儿冰棒的？哎，我袋呢？不会进真，还真进贼了。吓死我了，我看这沙发有点黄了，咋整的？这不是你们这个地中间你放个凳子干啥呀？我自个儿在家看孩子，我害怕吗？我防贼的。我是贼呀。不是你手里拿的啥呀？我买了二斤鸡翅，赶紧让你妈收拾收拾，完了做那个可乐鸡翅。谢谢爸爸。您怎么知道我爱吃鸡翅啊？但是爸，我不爱吃可乐鸡翅，我爱吃红烧的，要不咱红烧啊？必须可乐鸡翅，红烧可乐，红烧可乐，爸爸，红烧可乐，那跟你说了，我爱吃可乐鸡翅吗？你黄阿姨爱吃，我，怪不得呢。我发现我们家钱顺风啊，这点真随你。为什么？没事就给我整点小意外呀，小浪漫啥的呗。这你算说对了，你记住，包括你们都记住啊，凡是浓缩的男人都很浪漫。哎呀，你就品吧，没毛病。行啊，那爸，我收拾收拾去。好好好，哎，随便啊。哎呀，这屋收拾的不错啊，挺干净啊。哎呀，钱顺芳这家行啊，很有文化呀，看这么多书啊。哎呀，真是挺好。成语接龙，成语接。啥玩意儿啊，亲爱的，你别生气了，过几天我就去鞍山看你，我当着你的面给你唱那首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我爱你永远，小钱。2012年9月18号，这肯定是我儿子钱顺风啊跟那个二米谈恋爱的时候给他写的情书。这扯不扯？你说当爸爸的不应该看爸啊？看啥呢？啊，对不起二米啊，这个爸看了不该看的浪漫。你爸啥玩意儿不该看的浪漫呢？当年钱顺风给你写的情书。你看我说啥？没事就给我整些小意外、小浪漫啥的。亲爱的，你别生气了。二米啊，什么表情啊？是幸福啊？是激动啊？是急眼。为什么急眼呢？爸，你坐。啊，我问你，我跟俺们家钱顺风什么时候结的婚？应该是2012年8月18号。对呀，这封信是9月18号，我跟钱顺风刚刚度完蜜月回来。也可能是我儿子想再给你制造一次浪漫。不可能，这写清楚的，过几天我上鞍山看你去。我搁家待着，他上鞍山看谁去？那也有可能这不是我儿子写的。这都小钱了，不是他是谁呀，爸呀？这钱顺风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吃着碗里的，还垫着锅里的，姓钱的，你就不是个好东西。哎，二米啊，我也姓钱。你，对不起爸爸，太激动了。但是您看呢，这就是您儿子。这我俩刚结完婚，刚度完蜜月，他就垫着往外边跑，他就垫着别人去了。爸，今儿别怪我不给你面子，我必须耍驴，我踢死他。二米，干嘛？二米，驴。我的缰绳，我必须勒住你。怎么的？怎么的？二米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啊！一定听爸的，消消气儿。这样，如果钱顺风真有事儿，别说你驴，爸比你还驴。我用我这个老蹄子把他踢到乌鲁木齐。看，那你说咋办？控制，一定要控制点情绪，控制，好吧？我尽量控制吧。快！哎呀！哎呀，街坊邻居们！哎，怎么我觉得气氛有点不对呢？
啊，是不是我媳妇二驴子在家又耍驴了？没事儿，有人在外面胡说我很怕老婆，我在家厉害的时候你们没见过。小 case 没事儿，回家就啥事儿没有了。亲爱的，亲爱的爸爸，爸爸，亲爱的，喂喂，哎，爸爸，我媳妇让我滚呢。爸呀，你围着我转圈默默呢。没错，我想用我这蹄子把你踢到乌鲁木齐，你信不？不是，爸呀，你这种眼神看着我咋的了？我在看眼前这位男人还是我亲儿子吗？咋不是你亲儿子呢？眼睛还花了？你过来。哎，咋的了爸呀？我问你啊，你跟二米的感情现在还挺好的吧？你也看见了，莫名其妙老生气。为啥生气？找找原因呢？是不是你俩沟通的比较少了？这公司老忙了，哪有时间沟通啊？公司忙啊？是不是经常出门啊？今天还出差呢。是不是经常去鞍山呢？爸，你咋知道呢？哎呀，爸呀，正跟你汇报呢。最近啊，我考察了一下鞍山，去了几趟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投资环境不错，我准备在那儿开个分公司。你在那安个家得了呗。我正有此意啊。不要脸！爸，你听见了吗？他都不背着我了。不是你咋的了？你要不愿意去，你就在家陪着爸妈。你就巴不得我不去呢。二民，二民，听爸的，控制，控制啊！不是这出啥事儿了？这是咋的了，爸？二米刚才跟我说了，咋的了？你最近工作很忙，经常不着家，是对他不在乎了啊？他跟你耍点小任性，懂不懂？哦哦哦，去哄哄你媳妇儿。哎，啊，不用哄，去。他老对那个媳妇儿啊，哎呀，我不着家不是也是在外边工作吗？也是为这个家，让咱们过好日子。你我懒得听你说话。他不懒，你说他不他懒得听我说话，他不听你说话啊？那你就给他唱首歌，用歌哄哄他。我哪会唱歌啊？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就会一首歌，还是你教的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听见了吧？对上了吧？啊，对上了吧，爸爸？儿子，勇敢的唱出来吧。算了吧，唱出来。不唱。唱。不唱。你要不唱，我就削你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不变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轻轻的一个嘟嘟。你把嘴给我收一下。爸，你看见了吗？都上嘴了。你唱歌也不行，你说这咋的了？这来，二米，这样，我发现了钱顺风这小子肯定有问题。嗯，但是我们不能冤枉一个好人，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。我觉得这样，咱们对他再次测试一下，把这件事情安在我身上。如果他支持，就说明他变了；如果他坚决反对，就说明钱顺风还是我的好儿子，行不行？行，听你的。不，你俩嘀咕啥呢？在这儿啊？钱顺风，哎，爸，过来。这咋的了？今天这莫名其妙呢？二米不是跟你生气了？他是跟爸在生气。你咋的他了呀你啊？刚才我跟二米聊了一会儿啊，爸最近出了点小状况。爸，你咋的了？没什么。哎呀，你没事儿，事关一隅。我跟你黄小哥阿姨，我们俩感情出问题了。你不是，爸呀，那个你和黄阿姨感情之间的问题，咱能不能今天不说？不行，我必须得今天说。你那个，我发现啊，你黄小娟阿姨在我心目中已经不是最好的女人了。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认为黄阿姨那是世界上最好的阿姨。什么最好的？她除了个高还有什么？人个高脾气就大啊，知道吗？哎，你说我在她身上一点找不到一个女人的温柔，是吧？怎么呢？哎，就有一点好处，说，
有好处就好，说出来。好处就是啊，每当他站在我对面看我的时候啊，他总跟我低着头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不好。怎么呢？我难受。我每次看他的时候，我脖子酸，脖子疼啊。我再一看他的时候，我脑袋就充血啊。有时候我正看着看着，我很累很累的。我也累，吓死我了。所以说，爸决定了，哎，我想找一个跟我平视的人。这个正好有一个女的看着我了。瞧不瞧？他们家也是鞍山的。啊，哎，儿子，你说。我打算背着你黄阿姨跟这女的处一段时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爸呀，你这么严肃的问题你问我不合适。那我问谁？你得问你后边那个。爸呀，你挺住，你挺住。黄阿姨，你啥时候来的？好那个老钱呢，啊，你也太不像话了，老钱，哎，你还是人吗你啊？昨天还给我发微信，说每天给我三个一，这么快就忘了，啊，你就不记得了？我记得，我记得，每天给你唱一段歌，每天给你跳一段舞，每天送你一个温馨的祝福。你把这祝福送鞍山去吧。别别，哎，大妹，大妹子，大妹子，大妹子。那个我说的不是真的，都是假的。刚才不是真的啊，哎，我真真的听你嘴里说出来的，那不是真的。我真不是真的。爸，啥也别说了，你过来吧。阿姨，你别生气啊。你咋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呢？站好了，立正，稍息，立正，稍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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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儿子，不能再稍息了，再稍息就开裆了。我真没想到，怪不得。怪不得我一进门二米粒这么生气，你干出这样的事我也生气。黄阿姨，对不起啊，我未有这样的父亲，家门不幸啊。哎呀，男人呢？什么家门不幸？你这是干的啥事儿？你怎么教训我来了？什么玩意儿？找个鞍山教训你好。我跟你说，你就是托塔李天王第四个儿子。啊？第四个？这话怎么讲？老大金吒，老二木吒，老三哪吒。我呢？你是人渣。对，你说这黄阿姨，我支持你。你支持什么玩意儿？你就是老五，豆腐渣。跟我有啥关系啊？我咋成豆腐渣了？你起来吧。那个黄姨呀，你别生气。那个我爸对你绝对是真心的。刚才买一大堆鸡翅回家，让我妈给他做可乐鸡翅给你吃呢。刚才我爸演的那都是钱世峰干的损事儿。啊？咋回事啊，你？不是我太冤枉了，跟我有啥关系？上边拉去吧。啊？还你冤枉？来，自己看来，看来，臭不要脸。怎么了？你说，亲爱的，你别生气了，过。嗨，哎呀，这封信从哪儿找的？就从那本书里，你赶紧老实交代。交代啥？这封信我写的。看见了吧，爸，承认了。行，钱顺风，你是不是太欺负人了你啊？啊，赶紧告诉我这人谁？这是谁？这是谁？这是我妈。你妈？爸呀，你好好看看，你好好看看，这封信的笔迹是我模仿你的字体，我给写给我妈的。那时候我妈还活着呢。哦，对对对。是模仿我的笔记，但是我的字儿就这么磕碜吗？这跟字儿没关系。那我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模仿我的笔记给你妈写情书？哎呀，那年我跟二美丽刚结婚，准备去度蜜月去。你好好想想，就那天你跟我妈大吵了一架，把我妈气得回鞍山娘家去了都。对对对对，我这一想，我哪有心情还度蜜月啊？我就模仿你的笔记给我妈写了这封情书，我亲自送到鞍山我妈的手里。我的目的就是让妈能够原谅你，回来跟你好好过日子啊。那不对呀，那按你这么说，这信应该在你妈手里呀。是我妈一看这封信就识破了我的阴谋诡计了，这气儿也消了。我说妈，你赶紧回家吧，这封信我就撕了它。妈说不撕，等这个老东西回头再犯浑的时候让他看看。把行李给忘了。看啊，
我说的嘛，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跟我干仗了啊，处处事都让着我。啊，爸呀，这不因为你有这么个优秀儿子吗？媳妇儿啊，你明白了吧？我小时候啊，就是从这种家庭环境上长大的，我爸我妈就老吵架。哎呀，我那小时候这吓得我心惊胆战的。所以说我长大以后，特别是咱俩结婚以后，我就希望所有的家庭都和和睦睦的，所有的小夫妻永远都没有吵闹。爸呀，现在不是提倡绿色地球吗？我觉得更应该有绿色家庭。田小凤，你就说的可好听的，那你还天天总跟我吵架。街坊邻居们能给我作证，每次咱俩吵架都是你骂我，每次咱俩打架都是你挠我。那我那不是对你打是亲骂是爱吗？二明 啊还生气吗？爸，我不生气了。但是有个人还生气呢。谁呀？儿子，把那板凳递我。哎，哎，爸呀，干啥呀？咋的了？你问我爱你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轻轻的一个。爸，人呢？人家走了，大妹子回来，还吃可乐鸡翅呢。哎呀，我爸太高了。来，媳妇儿来，轻轻的一个嘟嘟，上班了去。